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车旅哥。跑了一个多月广东，现在又跑云南了啊！昨天好不容易找到一车活到云南去的，拉的设备，我们看一下这装的什么设备。不过这一车设备挺重的，好像是32吨左右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。我早上8点钟就到厂里面了，把车已经开到车间里面来了，倒过来了啊。看，就拉这种水泥厂的设备吧，我不知道是哪一个，还要在这边等一会才能装车。一过来他们就让我把车倒到车间里面来了，装这种设备。已经装好了一个，这个不知道有多重，感觉应该不轻，有1-2十吨嘛，差不多，厉害吧？不能动，你看，动一下全部是汗。装了一个那个，还有这个东西，我不知道还有啥东西，反正总共32吨多一点。这是里边有食堂还是怎么弄的？没有啊，去外面打了。到外面是吧？嗯。这是装到什么时候？嗯。要装到什么时候？你这一下。啊。你反正今天肯定是这样，你不厂呀。今天肯定是。大厂的嘛，不都是这样？是的。你来的再早，他比你来的还早。对。他们还没装呢。对，我来到他们已经过来了，是的。大厂的规矩比较繁杂，我们说装一件货之后，另一件货他可能都能下班再给你装。是的，是的。但是嘛，下班的时候他肯定会让你出厂的。好的，今天就是今天，明天就是明天，说的今天晚上出厂。老板请我们吃快餐。这是啥？行车记录仪？不是的，摄像机。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。对，是的。这两只狗。这是摄像机，看到过最美的风景。有块的，应该有的，在这里面，肯定有块的。我跌跌撞撞奔向。对，是的。看看是什么汗啊？什么菜？看什么菜？对，不错。哎，这菜可以。这一份多少？20块钱。那不错，我们要买的话估计要10只菜。是的，现在管驾驶员吃饭的老板不多了，真的，谢谢啊。看人家这个在爬梯，厉害吧？河北的车，它这个盖子掉了，好像是，它里面的黄油。真大，这个设备。纯钢板，人家这钢板倒好，人家这运费3万块钱，路上的开支基本上是一样的。如果人家超宽，还是人家这个车赚钱啊。啊，现在几点钟了？9:20了，没看清吧？9:20，货还没装好，这货装的真慢，搞得一身脏脏的，绳子还没绑完，还有两个东西，他说跟我说9点装的，到现在都9:20了还没搞好，估计也快了。老板送了我一包烟，一包香烟。哎，车间里面也没人了，看就装这种设备，不要盖雨布，基本上都绑好了。还有这两个没绑，等下再把这两个绑一下。这边看，就这个东西已经放了两个，还有两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搞好。
9:20了，马上9:30了。哎，我听那个叉车响了，可能过来给我装了。9:30了，哈哈，怎么说，货主人还不错，中午请我们吃的快餐，晚上也是请我们吃的快餐，真的，这种好的货主不多了。虽然说货装的晚一点，但是咱心里也舒坦，也高兴是吧？还好，还送了我一包烟，我们家的大贡26那一包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。如果喜欢卡车旅哥，喜欢卡车人的生活，请帮卡车旅哥转发、评论、加关注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